去跟这个，跟哪一家谈呢？他先跟我讲哪一家，反正一家 hotel 谈什么？谈8月6号、7号的活动，哦，在他们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一个就是赌场里面的一个什么厅举行，好、哦，你知道那赌场怎么问他吗？赌场第一句话说：“好啊，这是好事啊，我们愿意跟你合作。”但是话锋一转，赌场怎么问他？你知道？赌场说：“你这个活动可以帮我带来多少人潮？”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走进来人就先不要随便乱跑了，走进来就在里面吃饺子、老虎机玩玩也好，是不是？有点贡献再出来，把你的皮包先吐光再出来，是不是？意思就这样。所以他问 Ryan 说：“有没有这种事情呢？”然后没有这种事情的话，他意思就是说，那大概没什么太大兴趣。你知道，这社会现在就是变得非常功利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，他说他觉得他没有特别好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大概也就爱莫能助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在美国学员没有去影响社区邻里，有诶，只是有的时候正在推动中也是有点累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说，真的得一个什么诺贝尔奖快一点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愿呢、啊？不知道。好吧，所以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啊，任何时间点，啊，我们都要做天地的使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在全世界各处，我们每一位学员都要做天地的使者，为天地收援而努力。这个从这个2011年哦，有这共修，到现在啊，已经10年多。哦，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有几次早年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还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有几次都是讲到这个天地收元还是什么的，就啊，这个讲的激动啊，就流泪，当场流泪。在这个，我记得。还有一次，就是最后是2019年还是2019年？是不是？反正有一场，那一次也是哦。这个很多的事情啊，你感受到啊，这个天地的使者啊，或怎么样哦。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。那时候还没有疫情，但是有很多东西在这个收援的这个历程中，所以有的时候很，就说比较复杂的心情啊，尤其一些活动要结束的时候，比较觉得千言万语还没讲完啊，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有时候这种不忍之情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做讲座，讲到最后面要结束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讲太深入。